你阿母感情哦，真正出人形色。阿母，互相信任甲尊重，那是应该啊。其实，这嘛有可能是因为我无逐工做伙，无逐工黏条条，所以感情才会当永葆新鲜。永葆新鲜啊，老夫人，看起来你真有自信。小别胜新欢的相处方式哦，不一定适合每一个人啊。不像是 Yuki 啦，伊认为阿公婆爱随时看到对方，随时支持对方，安尼感情才能稳定。这么多年来，阮阿公婆就是安尼行过来，所以哦，咱大家拢有适合的另外一半。嗯，原来是安尼啊，你讲的无唔对。我听人咧讲，不是一家人，不进一家门。咱大家拢真幸运，会当找到家己适合的另外一半，才有两个幸福的家庭。今年老总哦，定下功劳你啦。我想我是安怎，老夫人这样神秘拢无出现，今仔总算有机会见到你啊，真正是我的荣幸。夫人，夫人，你敢袂当卖叫我夫人，安尼就介叫诶，你叫我叶青就好啊。夫人，你的个性也这样直接，不拘小节，啊，不过。我也是有礼貌啊，但是交浅言深，老总无欢喜，安尼就无好啊。小张，你想想这啊，我甲友情哦是互相信任，袂因为小可代志就受东受西。小张哦，甲小张夫人，甲咱两个人是完全无同款，因是比较要紧对方的一种。阿总。你想客气啊啦，跟咱来讲哦，我是较爱食醋尔。敢毋是我伤过敏感嘛？上次我感觉恁两个敢若有淡薄啊无对答。你想那无唔对啊，我甲社长哦真正无对答，可能是因为你红衫哦，所以才受缘投，所以。把我当作是甲夫人手造的假想情敌，所以哦，伊就对我靠地。你家己嘛讲啊，也爱食醋。老总，你真正爱讲算笑啊。刘克群，你即马就是条工要表现你是爱家好男人的形象给我看，所以你唔只条工无爱接我的电话。不要紧，你若越是要逃避，我越想要跟你聊。好啊，你要对我这样作贱，那你莫怪我对你无礼。既然你无爱接我的电话，那恁小等我直接去恁家找恁某吃宵夜聊是非。刘克群唔知影是安怎甲郑燕洗脑到决定要投资，为着人心，我一定要找刘克群问清楚。看完去公寓酒店见面。哼，安尼唔接到。啊。那安尼，我直接问你，你敢真正爱梁又清？你问这个问题就奇怪。伊是我的太太，我若是无爱伊，想啥要娶伊？搁甲伊生活二十年。你对伊爱应该毋是真实的啦。我咧想，你应该是伊甲我同款，需要我落去勇气，所以毋才找另外一个查某人来代替我，嘛因为安尼，甲伊过二十年。志天雪。我甲你无同款，我唔是种无虾米人咧身躯边就会死的迄种人。我唔相信，而且，就算讲这二十几年来安尼过去，我也是同款爱你，从来唔捌甲你放袂记。而且我的织田健司是结婚会搞做会搞查甫人，当初咱结婚的时阵，誓言是生生世世，至死不。所以我不相信，
你心内已经无我。你讲了对，讲会到就爱做会到。迄当阵，我伫缅甸的矿坑内底做工过，矿坑发生爆炸的意外，我受重伤。幼青，伊无眠无日，无食无困，另外是牛皮照顾我、守护我，我这条命才捡到回来。伊也不离不弃，我话真心意重，拄仔好尔。我哪有可能辜负伊？我爱伊。我唔爱听，你讲的这我拢无爱听。我唔相信，你变有可能去爱着别人？想做无可能。幼青哦，美丽大方，温柔又阁体贴，伊全心哦对我付出，就敢像我在做文青人。有伊，我才有机会重生。我哪有可能无爱？你误会伊啊！伊只是一个讲一套做一套，人情一套背后一套的什么刀鬼？伊在你的面头前温柔大方哦，还唔过事实上，伊在你的背后是一个骄傲自大的查某人。你凭什么批评幼青啊？恁两个人才见过一次面，你就会当在伊的背后讲伊的歹话？思田雪，原来你是这种爱讲人是非、爱杀人的歹心查某人。你敢不知道伊头一遍跟我见面的时阵，伊有对我足无礼貌的。你跟幼青见过面？是啊，就伫签约仪式进行，阮两个伫化妆间有小拄着啦。伊无细致捡着我的口红去用，我好意送伊。结果伊煞给我一沓钱，而且搁当我的面，把口红弹在垃圾桶内底。伊面顶迄个高高在上的表情，我到今麦搁记得清清楚楚的。伊绝对不是你讲的迄款什么温柔大方的查某人。是啊，这就是幼青的个性。爱情去，无什么抗人钱。我咧想哦，伊给你钱啊。但是想要把你的口红买起来，无白意思。相公无白意思啊！伊对我的轻视佮敌意，我佮即摆还佮记佮清清楚楚的。而且我两个伫化妆间的时阵有讲过，讲甚物印记。一开始我佮听无伊咧讲啥，一直佮伫个仪式顶面，我看到伊当正个人的面头前敬礼的时阵，我总算了解。原来这查某心机有偌重！你到底是要讲啥？我要讲的是，你哪会当当我的面给别个查某亲啊？你可唔惊伤着我的心？我甲阮某感情这么久，长，阁会当参照伊讲的永葆新鲜，伊用 kiss 的方式来鼓励我，这叫做真情的表现。而且哦，幼青的身份真特别，平常时敢若陆英勇同款的，真歹咧，去调查案件去抓歹人。啊，不过我需要伊的时阵，伊就会马上变作我的 lucky girl， 和我慢慢民主。幼青对我来讲，就参照一个时尚单品，该穿的伫个身躯边，我感觉真有民主，真安心。我唔相信，我真唔相信，真唔是参照你讲安尼，而且恁两个敢唔是聚少离多，迄哪有可能会培养出这么深的感情啊？我知影，你一定就是演戏，你连超工演给我看会着无？你就是为着要刺激我，要欺负我演给我看会着无？那个查某，除了比我还高嫁以外，
无一项赢我的。至少我敢若爱你二十几年一点，我得赢一点点。紫田雪，批评别人，袂让你家己也变啊较高尚。而且我爱什么人，跟你到底有什么关系啊？我跟你讲，我感情的状况，我即摆已经表明甲真清楚啊。你即马是紫田健司的太太，拜托，莫对我阁有其他的意思，安尼造成大家的困扰。你若是超过要对我领导，那还等于是逼我做出更加无品的代志哦。你是要创啥？查甫人拢是做敏感的人，倒伫身躯边迄查甫人，是毋是真心真意咧爱伊？伊拢会做清楚的。你讲伊是你的真爱哦，也毋过我无相信，所以我要找伊讨答案。我要甲刘耀清讲，我才是你的太太，你心内爱的人是我，毋是伊。我要看卖伊有啥物反应，啥物款的表情，我才会当知影你是毋是骗我的。你若是敢这样做，我一定会早你一步去甲紫田健司摊牌，讲出一切，看谁损失较大。